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这边出了太阳啊，这难得啊，这最近老是下雨，今天是个好天气，然后把这个菜园整出来。今天上午负责把这个菜园用这个锄头啊把这个土翻一遍，然后下午就过来种菜。小白，那啃什么？啃树啊。这菜园里面现在有好多紫苏啊，这紫苏去年就种了五棵，现在估计有上百上千棵紫苏，好多。这个胡萝卜啊，这是去年种的，现在又长出来了，估计没有在里面。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红萝卜，这么一点点，这不要了，我全挖掉。这些紫苏的话要留一点，但不会留这么多，太多了，这吃都吃不完。先把这些杂草给除掉。大家看一下，这菜地里面这几个紫苏长得最大了，其他的都是比较小的，但一大片全是。弄断了哈，去。今年我们会多种一点菜呀。菜的品种会多，但是菜的数量会少，因为种多了我们也吃不完。现在这个地啊已经挖好了，要把这个弄平了就可以了。这边的紫苏啊就不挖掉了，留着，这以后做菜的时候用得上。紫苏也是一种很好的香料啊。现在这个地弄得差不多了，然后下午把那个菜苗买过来种下去。走吧，这里面有几个鸡蛋。六个鸡蛋。哎呀，这有一个鸡蛋烂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应该碰到了还是干嘛？烂掉了。这里面还有几个鸡蛋，这里面有四个鸡蛋。现在我们这边母鸡不多啊，估计生鸡蛋的母鸡就十来只吧。这到今年十月份的十月份左右，然后我们买的这小鸡苗也会生鸡蛋，到时候啊拿捡鸡蛋会捡到手发软。四个。